当红退圈的 TVB 女星，第一位陈妙英，港姐出身，《西游记》饰演白骨精，在 TVB 八年出演不少大女主，事业最火选择经商，退圈第四年拿到荣誉博士学位，如今身价过亿。第二位邝美云，八九十年代叱咤香港乐坛的天后，八十年代开始就投资房产等增值，后来有转战投资珠宝牙医界，风光无限。第三位谭小环，曾是港姐冠军，出演过《搜神传》《法证先锋》，在 TVB 摸爬滚打二十年，退圈卖鱼蛋，靠着明星光环收益颇高，被称鱼蛋西施。第四位刘锦麟，她最经典的角色就是《天龙八部》里的阿朱，虽不是标准大美人，胜在气质独特，辨识度高。零九年退圈读书进修心理学，如今在微博很活跃。第五位张玉山，十五岁进圈打拼十年，参演许多热播剧。二十五岁毅然退圈，转行开办媒体公司。2001年开公司，两年上市，成最年轻的公司主席。最后一位梅小慧，长相普通，能进入演艺圈多亏有个制作人亲姐。最经典的两部作品，其中一部导演就是姐姐。2004年退圈投身营销广告公司，接班制作人。你还知道哪些退圈风生水起的女星？